是的，前个地方是的。阿拉亚里苏，阿拉亚里苏，苏拉罗，苏拉罗，苏拉罗亚伊罗，阿拉亚里苏，阿拉亚里苏，苏拉罗，苏拉嘿，嘿嘿耶耶。地基西比勒。几座神主街地基那地基那地基里面才得修地基是为了让俺做娘的灵上帝等着基础做嘿嘿嘿嘿呀里路俺做娘的灵修一索路一索路谢谢丁真，谢谢，也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来到舞台中央，来，小朋友，来走过来，来，请丁真和我们小朋友一起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丁真珍珠。来一首吗？刚刚这一首歌曲啊，特别的好听。很多网友和我都有一个疑问：得吉是什么意思？它有什么含义吗？得吉是幸福的意思，是幸福的意思。对，在即将到来新一年的时候，也是一种祝福送给各位网友们。 对，说到这个祝福和变化吧，过去的一年发生的事非常多，但最近有一个话题特别火，
说啊，丁真你火了以后，礼堂的变化特别大，具体变化大在哪儿？给我们说一说。具体变化大在现在很我的家乡的伙伴们全部都在用手机，朋友们都用了手机，接入了互联网。对对，互联网，然后发一些自己的生活，和外界有了更多的联系。对对，还有跟外面的人更多的联系，然后现在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游客越来越多，礼堂的人气儿越来越旺了。对对对，是的，一切都变得特别的好哈。我们也为礼堂的变化感到欣喜，也祝愿丁真和礼堂越来越好。那么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丁真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光，去照亮更多的人，给我们讲述更多关于礼堂的故事。其实今天收看直播的很多我们人民日报直播间的网友们和快手的老铁们，都非常喜欢你，是你的粉丝。希望能不能够说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2022年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说给大家送一送祝福好不好？可以。2022年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幸福。好的，谢谢丁真，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谢谢二位。应该的。